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先玩的游戏是《生物幻想》，那我们现在要继续前往关卡。上次银川帮我们解了一些迷雾之后，到了这张地图之后，迷雾又出现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往前走吧。应该是这里啊，因为太久了，有点忘记了。一样，老规矩，我们先看一下这边附近有什么东西该捡的。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啊。对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有没有学到什么技能？嗯，我的副手要怎么哦？看起来是没学到什么新技能。嗯，暴击伤害。好，走吧。首领，咱们好像又回到同一个地方了。这该死的雾！望舒姑娘，前面好像有人。哈哈哈哈哈！真是冤家路窄啊，疏忽族的小姑娘。你是？望舒姑娘，情况不妙，我们好像遇上了曾经在小镇交手的焰火首领赤炎。什么？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谁叫焰火国人都长得一个样，一时竟没认出来。哼，小妮子竟然敢瞧不起俺！俺就让你知道厉害。好的，给我宰了他们。这是石火兽祸岛，比我所认知的还要巨大可怖。哈哈哈哈哈哈，阿大可不是寻常的祸岛，就让你们体验他刚获得的力量吧。好，击败赤炎跟霍斗，我方无人死亡。嗯，赤炎在哪里啊？赤炎在后面，就是。那我们先打霍斗好了，先换个位置。嗯，还是先打赤炎啊，先打赤炎好了。好痛哦！天哪！真的很痛。嗯。谢谢来帮忙。嗯。哦，还可以攻击，太棒了。嗯嗯嗯嗯嗯。得罪了，别小看我。我打不是很痛呢。赤炎的血还好多啊。
什么？经常死了。谢谢来帮忙。那我这段先补血了。是我打策略不对，要先打霍斗。谢谢来帮忙。请多指教。快要结束了。补品的怎么痛啊？我不会放弃。击倒一个，谢谢来帮忙。好，我们先打，战斗任务失败，哦。哦，对哦，因为不能有人死，可是这个很难不死吧？好，我们先打这个小兵好了，还是可以边，这个什么才可以让他不会打我们嘞？换位置应该是没关系的，不会影响我们的行动回合，这样打会比较好吗？好，我们这样打看。好像没有比较好哎。谢谢来帮忙。我不会认识你。还是要先打小兵啊。因为其实我很多装备都还没有装，就是升级我的武器干嘛的。目前是都还没有啦，因为想说留到最后再使用。不过算了啦，反正那个道具要拿也太难拿了吧。因为我选的难度好像是中等吧。我们先打那个灰色那一只。移到正面打。好。那我们细雨先攻击好了。看起来应该要先打小兵的。谢谢来帮忙。
阻止。都给我杀了，想杀阿涛涛就拿谁没牙的。哦，还好还好，先打，别小看我，先打刺眼。应该还有一个回合。好，得罪了。好，还有两只。谢谢来帮忙，杀这一只。请多指教。好，应该还是我们先的、必须阻止。啊，按错。怎么样？好，可以躲掉吗？好像躲不掉哎、为什么有些战斗是好像是特定战斗塔可以在敌方发动攻击的时候，我们做逃跑，就是位移的方式躲开对方的攻击？还好他是单体攻击啊，不是全体攻击。谢谢来帮忙。得罪了。怎么样？好，再换个位置。得罪了。这个角度也不好看。哎呦，怎么这样？很烂的，不能让我调角视角啊！谢谢来帮忙。得罪了。怎么样？好痛哦！哇啊啊！啥事？好，我们快传。好，我们重新打了。然后这次我换了个方式，先打小兵。然后因为打完两只小兵之后，焰火国人的攻击力会上升，所以我们先把两只小兵的血先打平血。打算让飞星跟我们的望舒各杀死一只，然后我们的细雨就专心补血就好了。OK。还有时间。然后因为我刚才把傲魂的我们中博的那个等级提升到四级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弱点，哎呦，弱点攻击的加成。好，那这边的话我们先攻击刺眼。只是这样，不过因为霍斗他会突然全体攻击，这个还蛮危险的。那为什么我跑不到后面去了？OK。我们先打刺眼，必须阻止。天道无常，我心我道。哎，为什么要自己发动？好痛啊！谢谢来帮忙。得罪了。哦，他
自己五颗的话，他会自己发动哦。原来如此。只要我们可以就是攻击到弱点加成的话，我们右下角的弱点攻击就会自动补一颗。OK， 这是补550吧，我记得。OK， 得罪了。不过我们就是一次一回合啦，一回合可以累积一次弱点攻击的效益。然后小心一点。谢谢来帮忙。好，这时候要拼的吗？嗯，好，来吧。出来吧，中伯！天道无常，我心我道。哦 ，nice， 哎，这样赢了，有中伯真好用。原来如此，因为他这样打。耶，赢了，各位。力贯千军，而且中伯发动技能的时候还可以帮我们补血。我们现在可不能和他们纠缠，这技能不袭来正好脱身，我们先回头找地方躲避。我知道了，回头，所以先不要跟他们正面冲突哦。 OK， 我们先去存个档。山壁之上似有可攀爬之处，我们不如往上走吧。你这呆子观察力还不错，我们快上去。好，怎么挡？我们看一下他们，应该走不过去吧。哎，可以打哎、欸！再打一次哦！看你们还能逃到哪里去？可以再打一次哦！好，再打一次啊！我们要分两集好了啊。嗯，请多指教。反正都打过了。怕什么？耗补品而已。这样走怎么那么痛啊？谢谢来帮忙。必须阻止。他们血是变多了。怎么样？整靠中伯的
这么多炸弹呢，按错了。可以一次复活两个哦，少说嘛。应该是可以补血的，换牛丸知道。失礼了，中波，中波，出来喷巨炮吧！天道无常，我行我道。哦，一次灭全部的小兵。谢谢来帮忙。他们先打刺眼。那我跑过去。为什么不让我跑啊？得罪了。怎么样？不行哦。谢谢来帮忙。竟然不行。得罪了。不会认输的。然后中伯不能再叫了。哇，这样子对我们很伤哎、欸！谢谢来帮忙，必须阻止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哎、欸，死掉。没有落点加成哎、这是我们练等级的地方吗？请多指教。啊，有了。OK， 好，细雨可以一起攻击了。这一招，必须阻止。望舒。我不会放弃。我又按错了。哦，还好，让他攻击我就全灭了。动好慢哦，可以快一点吗？不要进入小飞机啊！还有这，好了，最后一集了。出来就解决了。天道无常，我行我道。
拿什么东西吗？那里搜过门。好像没有必要再打一次哈、哦，浪费时间。好了，这集先到这边结束好了。希望我们要幻想频道左下方图片可以点击换到粉丝页，在你中最新消息右下角的订阅按钮，记得把它按下去，这样我更新影片就追踪到最新的第一手影片哦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谢谢，拜拜。